天咱们来测试一款折叠购物袋，据说它又能装又结实，还很好收纳。来，先看一段视频。这是个无论你怎么揉搓，只要拉住两端一扯，就能整齐收纳的购物袋，容量很大，还很能装。逛超市买菜用它可以全部搞定，提手也是加宽的，一回家不会勒疼手。用完扯一下，袋子就变得整整齐齐，卷起来收纳还不占地方。视频同款买回来了，咱们打开看一下，差不多半个手掌这么大啊。打开看看，哟，还挺长的，咱们量一下啊，差不多70公分。哦，质量看起来不错啊，应该是尼龙的，也没有什么线头。商家宣传说，无论怎么揉搓，一抻就能恢复原样，咱们试一下。确实可以啊，接下来咱们试试它到底能装多少东西，到底结不结实呢？走，拿上这个袋子呀，咱们去逛逛超市。要袋子吗？我有袋子去。哇！哎呦我去，好重啊！来，我整理一下。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勉强它了。这样吧，这两个我们用手拿着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走。还挺结实的，嘿，这好重，走，回家。东西拿回来了，咱们看看有多重啊。13.3公斤，这就是26斤多啊。再考验它一下。没什么问题啊，咱们打开看一下这里面东西有多少。还行，我认为它挺能装的啊。这回咱们再来试试，一抻还能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。诶，还有一个。可以啊，咱们把它收起来。又回到原来的巴掌大小了，放在口袋里也挺方便。折叠购物袋测完了，总结一下啊，第一，它确实很能装，第二，也很结实，第三，收纳也很方便，一抻一卷就收好了，放到哪里呢也不占地方。还有一点，相比于普通的塑料袋，它更环保一些，可以反复使用，这也是老刘比较喜欢的一点。马上到年底了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我们去逛个市场办个年货还是很方便的。这个产品老刘测过没有问题，可以放心入手。好了，网红产品多，质量老刘说，还想看我测什么告诉我，安排。